但是无死的啦。你安，啊，甲伊个做遐大庆安鸟的，恁人会无闲事啊？恁人啊，水牛犁田，即马足少看见了。农夫透早天未光，就拖着水牛来到田里做工课，中昼嘛无倒来呢。一直到日头落山，伊咧穿只丝的冬衫，才看到带着雨衣，啊，即摆雨衫雨衣就对吼。要表现出着农家刻苦耐劳精神。水牛犁田也是春耕的开始，哦，即摆要开始播田播苗啦，所以水牛犁田就是咧点头吼。拄啊，像讲咱红豆啊，红豆啊，咱啊月底收成了后，啊，咱就爱犁田，哦，啊犁田，啊，咱兜的大大细汉，啊，大家仰起头，啊，出了皮田烂，哦，皮田烂。农夫骑着铁刀来到田里做工课，也是剪头的，剪头的工课，农夫。工作非常辛苦，就是为了家庭的三顿，唔惊风吹、雨压、日头晒，这种的粗重的工作，是现代少年人无法体会的。较早人所以不是拢在田里做工作，大汉细汉拢在田里做工，拢在田里做工作，所以才知这世人的艰苦。阿娘，端午我搁看到你啊呢。后壁咧上落去咧吼，本来百几公斤啊，举枝头举到咱散落啊，所以大家当买枝头咧运动啊。爸爸看你，拢打着一个，打着鱼啊，吼虾啊，来到田中，一丛一丛甲打出去，也准备要播鱼啊，开始吼。种番薯啊，迄个过种番薯啊。你个囡仔爱伊个个小可香味呢，啊！即我换 DNA 啊，等伊验一下哦。哈哈哈！要弄人好上面就趁一个，我无骗你。哈哈哈！即摆在咧冬啊，冬啊要去布产，要去布产啊。哎呦，美丽小姐要布产咯！哎呦，我做成牛啊！我拍你啊，做成牛！哎呦，开始过产了哦。农夫啊，一排一排，足整齐的过产。好，刚才你要插我。一天的辛苦，啊吼，恁大家腰酸背痛，真疲力尽哦。冬天产出是恁基金，热天日头是赤爷爷。所以你若报过产就知影报产的艰苦哦。主持人啊，我看你的主持人知影你捌报产过啊，你看出来啊？哦，咱前代表会主席啊，咱主席的主持人啊，中个头前迄个啦哈。即卖在收产哦，各位在咧收产草哦，较早咧收产草拢袂落红叶，杀草即即卖较早拢无啦，拢无遐贵个啊咧收安尼，啊有无皮有无吼，无皮啊顶着口有无，哦啊着流血流滴安尼。李老师，你敢捌做过？李老师，我捌哩。你有捌做过呢？哦，李老师，妈妈百几岁啊？哈，啊，李老师妈妈百几岁啊？咱河洛人哦，拢规地迄个田里在收草吼，若是客人吼，就拢徛的吼，用脚在收草。阿妹啊，我怀疑你捌收草袂啊？阿妹啊，你捌收草袂？遐看着知影。哈哈哈哈哈！
看无啊无，其实等下咱帮副处长直直的来好，太热啊！当家辛苦，也就是等待修行的来临哦。农夫天天讲挂吊刀啊，哦，拼命在挂吊。即摆就是咧割稻，割稻嘿，挂吊啊哈。虽然是汗流浃背吼，但是为了生活，拢袂惊艰苦吼。我记我细汉的时阵咧挂吊啊，三四点就起来，有无？啊，我拢爱食点心，食食才去睏，啊，睏起才读册安尼。看到这精英哦，我咧想到较早的是农村时代。哎呦，大点心要出来哦，辛苦，哎，囡仔去跟大伯斗，可怜哦，哈哈哈哈哈。甲拍鼓啊，一个来，即摆大点心哦，啊，大伯斗这个吼，啊，哎，囡仔跟大伯斗，这是咱万全的前村长啊，吴美玲村长。咱大新餐厅的头家娘，头家娘就对啦啊。后壁迄个红果，几个月啊？要顺月啊？吼，阿妹话。啊，伊头过一个在挂吊啊，迄个够钱趁哦，趁啊！挂吊啊，几啊，几去趁哦。来记得嘛，等等来找你记得无？记得咩？等等来找你。后壁是大白啦，吼，迄白青来吼，伊安尼白青啊。哦，这红果已经是果冻啊，果冻啊，哈，五十年以上了。哎呦！咱保重局的主意哦，七阵呢，佮拍无我一个啊！即要咧搞红果是咱保重局的主意啦，也就是咱军政哦大门将的头家啊，啊郭老师的丈母对不对吼？的丈母。哦，后壁迄个是沙滩后的啦吼，啊头前咧搞地外啊，你啊怎佮等拢王大伯啦吼？王大伯王家的你有看无？啊，那边在咧清车啊！哦，咱也拄到三百号有无？拄到三百号，啊，惊咱的车啊，迄个号一着好。出面隔壁，大家拢到帮忙啊，就将迄车啊啊连，清个规连啊，号房卡的吼，你的情景就是安尼。今仔个有领，今仔毛够嗨。阿伯爱有领，爱温上安刀好，温上安逐工在咧治领。有，有过道，啊，叫农家乐哈，这个挂电话农家乐。过去咱的六十时代、四五十年代，会挂吊啊，情形就这个情形，呈现在眼前。修行修好啦哈，大丰收哦，大家拢十几挂。所有的表演也是咱五十年代挂吊啊情形，请大家笑一笑，各位大家捧场，谢谢。谢谢李老师所领导的万全龙江舞。跟各个拍鼓啊，感谢一下，谢谢。咱的黄村长哦，迄囡仔就顾好啊，你讲你顺。